定。从下一期开始，我每次吃饭不会超过一碗，一碗打住了。如果超过了，我就一个人打糍粑。三饼够了吧？没有人吃那么多主食。再来一个吧。嗯。再来一个吧。够了。我可以。你可以啥？我只吃一碗饭，但是没说面吃多少。啊，各位观众啊，一碗饭啊，也不多吃，一碗。吃吧。你现在干嘛？吃面，不吃饭了。你减肥不能吃这个。我答应你明天早上跑步吗？明天早上跑步？真的吗？那不一定起得来，说实话。来，别动我脚，我自己能来。哎呦，这体重器啊！看那么多肉。哎，你站上来。应该这样。142，你是不是跟我说你减到130多？是130多。然后你现在142？没有。减肥吧，你减肥吧。怎么可能？我早上才称的。140，你的目标体重是多少？120。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觉得可以一边拽着他一边走？我可以，这都小意思啊。哎呀，受到了打击。这个我不一定做得起来。你看一下。哇，这个我起不来，尽量碰。对，三，对，哇，对，哇，顶住，七，哇，十，哇，哇，哇，六。顶住！要上去！哇！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。